主料：糖心三只，草虾300克，小麦面粉300克，毛豆米300克，方干一块，青椒一个，辅料油盐水1500毫升，大葱一根，姜酱油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放干洗净，剁成丁状，葱姜青椒洗净剁小段，三只母蟹刷洗干净，稍微蒸一下，让它晕死过去，以便肢解小块。毛豆米洗净，草虾剪去毛须洗净，油热下锅煸炒，螃蟹暂时不放，面粉加水成面糊，一定要细一点。把螃蟹身子剁开，蘸上面糊放入锅里，这样蟹黄不会跑掉。放酱油，少许盐和糖，不断翻搅，以免糊底。等浓稠了就好了。出锅，剁出来的粒装一碗。烹饪技巧：面糊不能调厚，一定要细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